今天正好下班早，约你出来聊聊天。像我这样一个新人，可以跟您二位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难得。哎，那天我亲眼看，小顾竭尽全力，最后都掉水里了，都要把那设计手稿递到曲马尔首相的那劲儿。说真的，我很钦佩，甚至有点感动。您过奖了。如果有一天，你拼命换来的个人荣誉跟东辰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你会为了东辰放弃你个人的名利吗？您为什么这么问啊？因为 Arena 比你在国际上有号召力吧，再加上这家伙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有绊脚石，一路剔除。来晚了，看来我就是那个绊脚石啊。自从唐总入狱以后，东辰一直在做中间商，我和丛飞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设计部维持到今天。这次曲曼去戛纳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事关东辰是否能获得国际影响力，倒逼董事会调整经营思路，把瑞娜的国际影响力和他的客户群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东辰实现这一切。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虽然说我已经把设计稿交到了曲曼的手里，但是我还没有收到任何的答复。您现在就跟我说这些，您是害怕 Arena 会输吗？有时候眼前的输赢并不重要，眼光要放得长远一点。对不起，我没有办法给您回复，我也不能违背我自己的心。我答应过一个人，我一定要保持初心的。是财务部的那个屋顶侠林哲吧？是谁并不重要。你慢用。来，尝尝烤串。哦，谢谢。来，心妍。恭喜你，衷心的祝贺你获得国际珠宝大赛的大奖。也恭喜您林总，恭喜您力挽狂澜保住了东辰。可惜啊，如果唐老师还在的话，他一定会很喜欢你的。你们能跟我说说唐总以前的事情吗？哎，我听丛飞说，唐老师是你的偶像。对，他是唐老师的小迷妹。星爷，你知道吗？你是唐老师粉丝的话，他是粉丝后援团团长。这儿烧烤不错，我吃了好多年了。上海滩一绝。吃饱了，谢谢招待。那我回家了。好嘞，沈博在外边等你呢，送你回去。慢走啊。
个过了气的设计师就这么重要吗？你也知道，顾星妍的才华远在 Arena 之上。顾星妍设计的海棠花，其核心就是切割工艺。现在全国能完成这一工艺的人，恐怕就是你那个老熟人了吧？别提他了，一想到他，我食欲都没了。你说，他还有可能和东辰合作吗？山无棱，天地合。所以说啊，顾星妍的设计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我必须得备一个后手。可是现在所有珠宝品牌都对曲曼虎视眈眈，顾星妍放弃了，也不代表 Rina 会赢啊。事在人为吧，走一步看一步。只要拿下了曲曼，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为了东城好，是不是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现在所有的珠宝品牌都对曲曼虎视眈眈，我放弃了不等于 Arena 能赢，这点林总不应该不清楚。只有拿下曲曼才有主动权，所以不到最后我是不会放弃的。总监，早上好。早上好。我跟你说了，叫我潇潇姐就好啊。你看起来状态不错，一定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吧？啊，我们这每天都画图的，能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听公司的人说，林总请你吃饭了。他可是主管你们设计部，看来你很快就要高升了。完全没有，鸿门宴。鸿门宴，这话怎么说啊？他想让我放弃这次竞争。什么？先上去再说。昨天晚上顾星妍和林毅一起吃饭的事情，公司基本上都知道了，但具体他们聊了什么我没问出来。看来林总也意识到顾星妍这枚棋子举足轻重了。董事长，您就不好奇他们到底聊了什么吗？好奇是你们女人的特权。他既然能赴林毅的局，说明他同样能赴别人的饭局。如此两面三刀的女人，你还敢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吗？笑笑，看人有时候不能只看表面，饭局它就是一个交流的媒介，它导致的结果有可能是和解，也有可能是破裂。不要这么早的下结论，总之你要多留意他的动向，随时向我汇报。好。你跟下面的人打打招呼，对他多开绿灯，他尝到甜头了，就会心甘情愿靠向我们这边。我明白了，董事长。叶小青啊，马姐，你找 Jacky 吧。哦，没有没有，我只是来找他拿点东西的。拿预算审核表吧。啊，是是是是是，在我这儿呢，来。哦，好。批好了。批好了。嗯。哇，这么快啊！
谢谢马姐，谢谢啊。不客气。谢谢谢谢。有空来玩。啊，好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好，拜拜。啊，拜拜。你们猜，我今天在财务部碰见马姐，她脸上什么表情啊？什么表情？哎呀，那个笑脸相迎的，搞得我有点受宠若惊了。哎，你知道平时我去的时候她什么表情吗？就跟我好像欠她500万似的。你呀，就是典型的抖 M， 不骂你你都难受。才是，你才是。李明康，哎，这个样品材料是你申请的？我的妈呀，我都申请一个月了。太谢谢了，有需要再申请。好嘞，好嘞。拜拜。快快打回去吧。唐大，看看你这样，还说我是抖 M 呢，你才是抖 M 呢。疼，不是幻觉。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嗯。什么呀你们啊！心妍，昨天晚上和林总吃了些什么？啊，吃了什么？啊，不，聊了些什么？怎么了？我跟你说，我和小青今天一天见到的好脸，比我们两个一年见到的都多。我上个月申请的原石，今天突然有货了，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你们认为是林总在帮我们，对吧？嗯，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孟总监大驾光临，董事长有什么吩咐吗？我是说。孟总监，你的销售部如果有任何需求，可以直接跟我们说，我们设计部一定会尽力配合。怎么，现在还不是设计部总监，就已经全权代表设计部了？没错，我今天是代表董事长来的。这个再改一改。好。各位，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董事长看了你们设计部最近的工作进度，很不满意。他呢很重视灵犀系列的后续开发，所以务必请灵犀的设计者顾星妍和你的小组还要继续加把劲儿。好。还有，董事长发话了，各部门将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如果有什么需要，公司呢会竭尽全力的安排，所以务必将灵犀新品设计做到最好。谢谢董事长。我们一定会加油的。请收卡，谢谢。新人过来坐。同志们，鉴于现在形势发展的这么迅速，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开一个食堂的紧急会议，确认一下接下来的方针政策。哎，你能不能说人话啊？我一句也没听懂。星妍，到底发生什么了？昨天晚上全公司人都知道你和林总吃饭，这怎么今天早上董事长的形象代言人孟总监又来跟你站队联盟？我可是蒙圈了啊！你给指条明路呗。我只能说，开绿灯的事情是董事长所为。哦。至于现在应该怎么做，以前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呗。毕竟对于设计师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不是吗？其他的，管他呢。哦。好好吃饭，吃饭。今天汤不错啊。万达广场曲曼正在上演。帮我们捧一下餐盘，下午帮我请个假。哎，去哪儿啊？
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主持人话实在太多了。已经40分钟了，我们合约里只有30分钟。是是是，我知道。但是你看，剪彩刚刚开始，曲曼现在不能走，不然就前功尽弃了吧？对吧？通融一下，最多5分钟。行，感谢，5分钟绝对没问题。稍安勿躁，我亲自去定。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剪彩环节，有请李小姐。来，让我们全场倒数，3、2、1，哇！是的，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啊，曲曼来到现场，跟我们众多的粉丝近距离的接触。那也感谢各大品牌对我们活动的支持。那最后，各位拿出你们的欢呼声，再次欢送曲曼。不要再起了，老板，这边，这边，走，来下人啊！曲曼已进入地下车库，做好接应准备。他一定还在停车场里，我们快四处找找，再找一找。幸亏我让司机把粉丝引开，要不然今天走不掉了。妈妈，你还好吗？我还是有点疼，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接这种活动了。是提前说好的，退不掉。啊，好好好，一会儿咱不接了啊。啊，我也不想你这么累啊。你快回家休息啊，好好休息。哎呦，接电话呀，接电话呀，林哲接电话呀，林哲接电话呀，真是的。想让你帮我查一下这里的地下停车库有几个出口的，现在不用了。你说我已经选中那个设计师的设计图了，他为什么还要跟着我呀？我怎么知道？可能是你小迷妹了。哎，曲曼，过两天我跟东辰签约，你一定得去啊。而且你不能像以前那样对林总冷冰冰的。看在海棠花的份上，我会去的。不过呀，这两天我设想了一下我戴上这套饰品的样子 ，perfect。难得你这么喜欢啊！奇怪了，我给东辰发的合同怎么两天没回复？你让他们先把饰品做出来吧。也行，就听你的。不过呀，现在我得好好先去洗个脸。谁给你发信息？不会是哪个小迷妹吧？不放心，一起看了。哟，还是匿名的。
不会是曝光你和哪个女明星的地下绯闻吧？胡说八道。玉祥设计师派我们，顾星言，是你，高总要见你，走吧。高总，啊，顾小姐。很抱歉，这么急把你请来。来，快请坐。哪里哪里。高总，您找我来是？最初你去我们公司送设计稿时，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安排确实很紧，所以对你的设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今天我想当面道个歉。道歉？不用的，不用的。那好，那我们就切入正题。谈谈你的海棠花。好。你做的海棠花我们看了，曲曼非常的喜欢。我的建议是你和曲曼签约，实现你们在事业上的双赢。您的意思是曲曼小姐选中了我的海棠花？对。那她真的愿意和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设计师合作吗？非常愿意。只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您说您说。我希望你能够把你今天拍到的照片删掉。照片？拍卖会那天你帮助我们摆脱了狗仔，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你也一样愿意帮助我们。这照片不是我拍的。顾小姐，我没有质疑你的人品，我也愿意相信你拍这些照片并没有恶意。我的要求仅仅是删掉它们，一张都不留，更不能发给媒体。我没有。那个高总，我想要跟您解释一下。是的，您是在地下停车场看见我了，可是我当时是在打电话，我真的没有。不不不不不不，顾小姐，你误会了，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也不想去追究你当时拍这些照片是出于什么心理，我也不会把这些事告到你们公司去。我的要求仅仅是删掉他们。可是我当然，如果媒体那边得到并曝光了这些照片，我想我就不会和顾小姐这么心平气和的聊天了。行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你好自为之。高总，请您相信我，我真的没……哎，对了，顾小姐，我想你也非常愿意曲曼带上你做的海棠花吧。早餐都准备好了。
电话居然没被打爆。没有啊，我关机了。你自己看吧。我都说了吧，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宣言。大家都在看什么呀？你自己看了。哎呀，我觉得这几张照片不代表什么，万一是 PS 的呢，对不对？现在的艺人和经纪人关系稍微亲密一点也没什么呀。那你是不知道现在的娱乐记者那可都是猛料。你知道周一见周二见吗？找消息吧。哇，这新闻太劲爆了。这是我的海棠花完了。哎，你们感觉感觉到最近我们的这工作环境的变化？我觉得呀，我们未来在设计部的这个工作就会像这个毛肚一样，水深火热。小青，你这毛肚老了，再不吃就不能吃了。哦。哎，行。你说，现在你们俩这比赛到底谁赢？如果是 Arena 赢的话，他难道不是应该张灯结彩、这耀武扬威才对？你看他现在对我们这仇视的态度。感觉像你赢了似的，这到底谁赢了呀？你们俩 ？I don't know， 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了。昨天我去见了曲曼的经纪人，他跟我说曲曼选中的是我的设计，可是问题是我却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而且今天早上你们看到的那张绯闻照片，他怀疑是我偷拍然后捅给媒体的。你偷拍？你平时连自拍都很少啊，还偷拍呢？你没解释一下？我解释了，他不相信啊。当一个人认定一件事情是你干的，但是你却没有办法证明说不是你干的，解释有什么用？那海棠花算什么？那是啊，这不像你的风格，平时没这么容易轻易放弃的。对啊。最近我觉得。无论说是曲曼的反馈我没有收到，还是说这场绯闻制造者的矛头都指向了我，我觉得我背后有股强大的力量，是我看不见，而且又没有办法反抗。哎，还是画画图、吃吃火锅最开心。我们多吃一点吧。就是，既然都来了，就好好先吃饭。嗯。再说，不管怎么着，我和小青以后都支持你。嗯，都支持你。哎呀，你们现在突然这么说我，我真的好感动啊！你们知道吗？你们两个对于我来说，就跟我那个海棠花一样，是我生命当中特别重要、特别美好的存在，真的。来，为了美好，干杯！嗯，干杯！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高总？就那几张照片呗。曲曼的上眼价已经一落千丈了，大家躲我都跟躲瘟神一样。这还不是拜你们公司那小设计师所赐吗？如果再有什么所谓的周一见，再有更精彩的照片出来，你想想。后果会什么样？你是说顾星言啊？就是他。我和曲曼亲眼看着他拿手机对着我们拍照，哎，我就不明白，我们已经选了他的设计，他为什么还要跟踪我们拍照片发给媒体啊？顾星言应该不会干这样的事儿。我估计这里面有什么误会，而且他并不知道。他的设计已经被你们选中了，啊？那我不管，
我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这件事。我可以帮你解决，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希望曲曼和阿瑞娜签约。我说我发给你的合同怎么那么久没回复？原来你还是希望曲曼跟阿瑞娜签。曲曼要走向国际，东辰也要走向国际，在这个关口上，阿瑞娜显然比顾星岩更合适。你有办法搞定？从照片的角度和清晰度来看，要想推翻媒体的说法，不是不可能。好，我答应你。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你说。让那个顾星岩彻底走人。为什么呀？没这个必要啊，顾星岩无非就是东辰的一个普通员工，无关大局啊。他必须要受到惩罚，如果他不走人，曲曼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和东辰续约，不管是哪个设计师。这不仅是曲曼的态度，也是我的态度。我在你家楼下，有事儿见面聊。林总，本来明早到公司，我也是要来找你的。你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什么？我见到高远了，他跟我说曲曼选择的是我的设计，我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而且现在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指向我是曝光曲曼还有高远地下情的人，我实在想象不出除了你之外谁还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让这两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同时发生。没有马上通知你，是我想激一激阿瑞娜，凭借她的资源帮助曲曼和东辰走上国际舞台。照片的事情我也是刚刚知道，虽然我相信你不会干出这种事儿，但是现在发生什么了？曲曼那边认定照片就是你拍的，并且指名道姓要你出面澄清。如果我不澄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许曼将会终止和东辰的一切合作，而且曲曼现在的合约还没有到期，星浩甚至会因为你是东辰的员工，损害了曲曼的声誉，而将东辰告上法庭。东辰有东辰的命运，东辰的命运始终掌握在东辰人自己的手里。你放心吧，不会有人强迫你，不要有压力。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大家好，我叫顾星岩。
我是东辰集团设计部的一名普通助理设计师，与曲曼工作室存在业务关系。我因不满曲曼对设计稿件的意见，做出了捏造事实、诽谤曲曼的行为。照片是我合成的，在这里我要向曲曼小姐道歉。所以我决定辞去东辰设计师。等一下，大家好，我叫李明康，也是东辰的员工。顾新言是我们的小组组长。我今天带来了一些东西，我相信是大家想看到的。照片不是他拍的，这段视频是我从那个地下车库的监控录像中调取出来的。像大家所看到的，我的同事顾星岩从头到尾都没有偷拍的举动，是因为我们的设计迟迟没有得到曲曼小姐的回应，星岩才代表我们设计小组去找曲曼小姐。所以今天结论只有一个，顾星岩没有合成照片，更没有偷拍。他今天之所以愿意承担这一切，是不希望东辰的名誉受损，所以顾星岩不需要道歉，更不需要辞职。喂，你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什么？别装糊涂。为什么要拍摄和公布曲曼和高远的地下情，然后嫁祸给顾星岩？鸿门宴，这话怎么说啊？他想让我放弃这次竞争。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这样一来，顾星岩就可以彻底出局了，曲曼就可以僭越阿瑞达，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局吗？以后你不要自作主张。